不知不觉就走到了这里，累了就在这儿歇会儿。董阳，你实话跟我说，你赔了多少钱？我娘娘都陪她住院了。我刚才去孔先生家找你，孔先生家门口围满了向你声讨的大爷大妈。娘娘没事吗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我也不觉得我赔啊，涨了20%呢，涨停板了。开盘的时候，我把钱弄出来，先给娘娘补上，别把身体气坏了。许端阳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打肿脸充胖子啊？你非得身败名裂才甘心吗？啊？我身败啥名裂啊？我跟那些股民不一样，我不是赌博，我用脑分析的。他们这家公司从八角里边提取芒草酸，你知道那是啥不？那是抗甲型 H1N1 流感指定药品的原材料。那只要流感在，这公司就不会垮呀。许东阳，你怎么能用这样的想法赚钱啊？你这是发灾难财，你知道吗？发啥灾难财啊？我扶持这家公司，干死所有病毒，咋灾难了？但我没想那么多呀。那你想什么呢？你成天的啊，你这个猪脑子！我想给你买房子，让你过上幸福生活。你想让我过上幸福生活，那你要不要问问我，我想要的幸福是什么呀？